一句话知道大悲神咒的神奇。经文曰：此大神咒，咒干枯树，尚得生枝科花果，何况有情有实众生，身有病患，置之不辍者，必无是处。这句话我们应该时时刻刻地记在心里。干枯树已经没有生机，难以发生变化，而众生通过饮食和新陈代谢时刻在变化中，更容易得到佛菩萨的加持之力。所以说，我们一定要时时刻刻地记住这句话：咒干枯树，尚得生枝科花果。大悲神咒的威神之力，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，叹莫能得。